这个局明明是我煮的，结果菜是你买的，饭是你煮的，现在你还在洗碗。你是我女朋友啊，又不在做苦力的。想什么呢你？我呢就是觉得你最近身体不好，想你多休息一下。你等着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。真的？嗯。好吧，那我就陪你吧。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，家里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，然后你煮的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我真的也都很喜欢。嗯，虽然我常说自己是天才，但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你看，钱没有我妈赚得多，婚姻成就呢也没有我爸厉害，跟同年龄人比起来也不是最强的，但还好就我眼光好，选了一个独一无二天下第一的女朋友。哎，过奖过奖了，你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。我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写了，杯子都要被你搓得破了。哎哎，我看我以后呢，不能让我女朋友做家务事了，这样太浪费水了。等一下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上网搜了什么情话一百句大全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还是跟我表白过的人呢。那就是我人生污点，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这让我想要把我当时想做的事情给补上。洗碗了，我还有好多没洗呢，你先出去出去。别洗了，今天也很晚了，你就别走了吧。等一下，什么别走了？那我是住在这儿吗？就欧阳跟关小玉现在在你家，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就别写了吧，我等一下再写。